赐婚你于晋吧。余长，你出了这个家门就是薛家的媳妇了，为夫呢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只希望你日后安好。走吧。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慢。这是本宫为薛家心腹特意定制的凤头钗，今日就让本宫亲自为你插上。福金钗，不，长公主，您听我解释。还解释什么？好你个福金钗，竟敢冒名顶替！好个魏王府，欺君之罪，你魏王府就等着伏法认罪吧。怎么不是伏大？魏府二小姐情投意合，父皇赐婚，口谕要与伏府联姻，可并未指定我非要娶伏大小姐不可。你与晋王成婚，事情闹成这样，我们也没想到。现在，你妹妹与晋王成婚。已成定局。